情要加快，你们是从何而来？风风风到了一块，本子就得玩坏。Come on go, come on go， 肥差肥差全面崩坏，闷声作死，我把命一点存在。哦哦哦哦，炸开了脑洞，引出了行动。哦哦耶耶，砰砰砰，不痛不痛，这就是爱。Just come together, I want a perfect romance. Come on and try me.摔出了一点血 Just come together I want a perfect romance 从现在不要害羞大声从我走起来这是孟山富贵的青青紫金和悠悠鹿鸣，这是小 Q 和娜娜的蒙娜丽莎的幻想。哇，他这里幻想，运动型的。阿宅，海洋之心。什么呀？不喝饮料吗？还是个人定制的？你不让我喝，你来。来，谢谢。我来，我来。哎，你今天格外的嗨。对啊，因为没有下滑的树，我就是自由的我。一点都不好喝。别客气，你是我人生的导师，是你带我领略了生活的真谛，我的心境从未如此的豁然。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帮人人，人人帮我。就像你说的，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嘘，这个世间。不光要有爱，还要有我。有机会再来慢慢的开导你，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你没有体会的真谛。这个女人太不简单了，每次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总是拥有着领先于常人的智慧和常识。为什么她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为什么指引我人生方向的是她？难道她之前先打我、骗我，继而感化我？吸引我走。是我呀，
对啊，什么病啊？相思病。亚当，我觉得夏华是针对你来的，我在前面挡着你，你和他保持距离啊。放心吧，我不会过去。快来快来，一起玩一起来，来啊，快好啊，我们一起来玩啊。啊，佩妮，啊，你穿成这样也不方便打球，对不对？我们去那边聊聊吧。谁说我不方便了？这样就很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玩了。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我们先来擦一个防晒霜吧。亚当，来帮我擦油油。怎么感觉佩妮今天怪怪的？我第一次有一种被别人比下去的挫败感，突然不想做女人了。你确定她没有 OOC？ 好像有一种在开车的感觉啊。滴，公交卡。真是啊。哎，你们就不能谅解一下吗？女生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啊，对吧？啊，哎，别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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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别看，别看。呀，你不准擦了，你也不准看了。我不是跟你说过，离他远一点。哎，雪球。输了要惩罚的哟。啊，对啊，别擦了，打球吧，打球吧，打球吧，开始了，开始了。好。喂。你们这实在大声，这根本就不是大声，一人长点心吧，一会儿短路了怎么办？你可不放学啊。都饿了吧？我陪你吃饭吧。啊，去吃饭吧，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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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呀。这么多好吃的呀，好吃的，哇，香香，爸，Thank you.
亚当不吃了，不吃了啊，不吃了，都别吃了，不吃了。放心吧，我把夏娃绑得很结实，今晚应该没事了。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就是黑衣人的事儿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什么黑衣人都是你瞎编的，后来知道其实都是我误会你了。其实早该跟你说对不起了，但是这两天一直被夏娃牵着走，所以就没时间跟你道歉啊。总之就是对不起吧。你知道吗？我从小是个孤儿，我一直跟着爷爷一起长大，爷爷去世以后就一直是我一个人，自己和自己长大，自己陪自己玩，所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无所谓啊，反正一个人的感觉不也挺好的吗？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和夏娃的出现让我特别不适应，我就在想，怎么会有机器人这么笨啊，只认程序不认情理，依着什么绑定关系去纠缠人，搞得人特别烦躁。可是现在感觉也挺好的。你看我和你坐在这儿，听着海浪，吹着海风，看着篝火，我突然感觉我好像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了。还有也是因为你们，我才真正的开始走出了家门，认识了这帮朋友，真正的开始去了解他们，被他们了解，才慢慢有了交朋友的感觉。所以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才让一直没有人陪伴的我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我以为你会一直讨厌我呢。其实在你身边我也学了很多，现在对于你也好，对于夏娃也好，我已经不再是当初因为绑定而形成的情感关系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成长型恋爱机器人情感模块在起作用吧。不知道夏娃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他的情感模块又不会升级。那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你们人类口中所说的友达吗？是，我们俩是友达以上，我和夏娃就是恋人未满啊。我们仨真是三个奇葩。从我绑定你的那一天起，你就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和我说过话。我的情绪并没有告诉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但是不论我们三个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如果你在意别人的那些议论的话，我会去帮你澄清的。
你别用那么暧昧的眼神看着我，大半夜的不睡觉你能看着我，我会做噩梦的。那我可以给你讲睡前故事，这样你就不会睡不着。什么睡前故事啊？别忘了，我可是来自30年之后，我知道很多你们这个时代未完结的故事结局。真的吗？那你知道海贼王的结局是什么吗？海贼王啊，路飞最终成为了海贼王的男人。哇，你还真的知道啊。那柯南呢？柯南长大了吗？长大了，和小兰结婚了。 Yes， 这些万年神坑真的还有填平的时候。那冰与火之歌呢？冰与火之歌完结了吗？冰与火之歌，这个还真没。那儿，阿宅，我告诉你啊，心结都解开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你和王富贵不也一块睡过吗？又怎么了？怕什么？走，走。挺好的。有人说，生活就像吃巧克力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我上一次看见这段剧情还是在《哈利波特》里。哈利吃到了鼻涕味的糖果，当时我就在想，鼻涕味的糖是什么味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然而今天我找到了答案。等等，不对，不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好好的和亚当聊天，我们还在谈人生，谈理想。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这样了。你切换回来了。喜欢我的男人都要被佩妮抢走吗？
他就这么嫉妒我吗？佩妮不是生病了吗？肯定是痊愈了吧？现在什么情况？亚当和佩妮在一起了？异性恋取得最终的胜利。什么乱七八糟的，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好不好？还有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再问了，你还没有看出来吗？佩妮既然没有选择你，也没有选择我，她选的是亚当。当我们在彻底的失败面前留那么一点点的尊严吧。亚当，你说句话啊。对不起，我以为刚才进来的人是你。那我问你，你最后究竟选择的是谁？我和阿宅没有关系，我和佩妮才是情侣。佩妮，阿宅是铁直男，你们不要再怀疑他了。我怕说我选择你，你会生气，所以才说出那样的话。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是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想静静。哎，其实想开点，从今以后没人会把你和亚当凑成一对，你再也不会有这方面的烦恼了。你太天真了。佩妮的正牌男友是亚当啊，男才女貌，天造地设呀。天哪，佩妮那么多绯闻男友，这最配一脸了。校园最养眼的情侣 CP 大赛，快去给佩妮和亚当投上一票。哎，那你说佩妮、亚当、苏子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你看看，你多虑了不是？啊，这舆论导向多正常，你现在消失得很彻底啊。哎，你怎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被全世界背叛了的感觉，好像一夜之间失去了很多东西啊。其实我也理解你啊，是不是感觉到遭到了背叛？什么为我好啊，怕我生气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啊，可是还是有一种被好兄弟抢了女人的感觉，反正就感觉全世界都在笑话我，你懂吧？不懂，我现在不理解是你在气你的好兄弟还是在气你的女人。都气啊，反正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吃西瓜最中间的一块掉到了地上，心疼。那我明白了。怎么说呢，且行且珍惜吧，毕竟现在亚当和夏娃是话题的中心，你呢也不会再被别人议论。听说亚当和阿宅的关系不错，怎么就横刀夺爱了呢？心机 boy 呗，借着阿宅的关系成了动漫社的男主角，结果把女一号给潜规则了。哎，我听说佩妮已经和那个亚当同居了。真的假的？亚当不是和阿宅在一起吗？难道他们三个人？看不出来啊，亚当可真会玩啊。听说他身有长物啊。有多长啊？要不要这么八卦啊？好帅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和佩妮在一起啊？对呀，好可惜啊。喂，你就是亚当啊？你和佩妮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别人可以相信，我不会。你和佩妮之间肯定有误会，你最好赶在大家发现之前当众澄清，想用佩妮自己反驳的时候被打脸。我都是好意。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为什么要反驳亚当呢？我本来就是他女朋友啊，我就是他女朋友。苏同学，抱歉，之前传递给你一些错误的信息，让你误会到现在，我只好再重申一遍，
我真的真的不喜欢你，你和我之间才是一个误会。佩妮，我喜欢亚当，他现在就是接我回宅基地的，好好生活。看什么？再看。怎么样，亚当，我表现得很好吧？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再议论你和阿宅了，你真的好聪明。我们快回去吧，阿宅肯定等着急了。嗯。锁定你不是我的抉择，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需要朋友。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笑过的梗，做过的梦，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刺目的风，无解的痛，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做，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笑过的梗，做过的梦，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刺目的风，无解的痛，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笑过的梗，做过的梦，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刺目的风，无解的痛，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相信你还是需要我，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